如来赞叹品第六，以是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闻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不灭道后与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讲作方便，维护是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说是语已，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以是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白言：唯言世尊，愿咬欲闻。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是人超越三十劫罪。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或形象，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是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又为国王，不失大利。若有女人艳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交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藏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是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藏像前至心瞻礼，食顷之间，是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圣、大长者女，端正受生，诸相圆满，由至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福如是。复次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像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不令恶事，接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患。复次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往生机位，倘无功德及利益事，或怒耻笑，或背面飞，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机位者，如是之人，言劫千佛灭道，
基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是劫已，方受饿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终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结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讲，基毁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复次普讲，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游险道，或多厌味，共鬼神游，日月碎心，转服汪滞，眠中叫苦，惨妻不落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遇，男女俗眼不辨是事。但当对诸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此经一片，或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严舍宅，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卯甲等为是病人，对经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如是三百病人，显令闻之，假令诸色分散，志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白，高声读经，是人命终之后，宿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处常之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画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画，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是故普讲，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语须百千方便，劝是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复次普讲，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未见诸鬼神，乃及诸形，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力救拔，当告宿世骨肉，只作方便远离恶道。普讲，予以神力显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像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片或七片，如是恶道眷属，经声不是片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次普讲，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劳或疲，乃至诸不自由之人，各之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片。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常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复次普讲，若未来世中阎浮提来、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生产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片，是新生子或男或女，宿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而养，寿命增长。若是成福生者，转增安乐及与寿命。复次普讲，
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痴情杀害、涉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能于是十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像前读是经一片，东西南北百由巡来，无诸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能于十斋日每转一片，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患病，衣食丰日。是故普讲，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闻是经三至五字或一偈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以是普广菩萨闻佛如来，清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跪合掌，伏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誓愿力，为未来众生显之利益，故问如来。为言顶受，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流布？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亦名地藏本行，亦名地藏本誓力经。原始菩萨久远劫来发大重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流布。普广闻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